非常的有气势啊，在咱们舞台前面这个个子比较小一点的小男孩，他是来自菲律宾，他在自己爸爸妈妈的支持之下来到了红山武术学校学习武术，每一个动作也都是非常娴熟，跟着呢他们的哥哥姐姐，来到咱们红山武术学校找到咱们专业的教练员学习武术，他的内心也是非常开心。